đoạn mình đàn hồn nhà đàn cay chẳng đi khoai lộc tan thái hoa quê đài bằng đi bình an yên khoái lộ hoàn kiến nạn sư phụ khoái lộ hoa phổ xe vẫn xin đi khó ai nghe lũ hôn dung sinh dưới xí khổ dưới cố tạm hóa sổ toàn lấy lò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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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平安因快笑欢迎咱收看快乐我菩萨文心生最喜欢我最多当安菩萨人家菩萨让我惊到没让你惊到望你平安又快乐，欢迎咱收看快乐我无限。老师，安那呀？嘿，外口车辆介济啊咧啦！啊，今日车坐遐无啥。哎呀，都各种的车。哦啊，这样你要坐的车有无？哎，什么车哦？的车顶上介济。什么款的车顶哦？嗯，什么款的车？的顶上介济。对，什么车的灯最多？什么车的？那什么车的灯啊？不是什么灯的车啦，什么车的灯最多？掉，上盖最顶的。掉什么车？你敢不知呀？什么车？啊，要无哦？我哎、欸，我要无？讲正车嘞？无可能，我未去讲正车。啊，无嘞？无啊，我唔知。你唔知呀？呀，你讲。啊，你我要讲啊。车水。粪色车。安那讲？因为哟、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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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伊手机的行动电话挂伫胸前，咱较早迄电话是毋是拢挂伫？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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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有一项物件，哎呦，会当食诶。手机挂伫胸前，对，叫做奶机。你啦！
起笑。哎呦，老师，啊、你有够强嘞！你含这嘛怎样哦？做有奶鸡嘞，一个奶鸡。哎呀，你好，可恶哦！嗯，过来看嘛，要一个。什么看的牛？什么看的牛？一只牛哦。有。出世的时阵哦，对，有50公吨。50公吨，一只牛，50吨就对啦。嗯。50吨，有什么牛出世到50吨？什么牛出世到50吨？对，什么牛？对，吹牛。你呢？老师，你没叫你厉害牛了。我给鬼。查甫人，哎，裸奔。查甫人裸奔哦，又一句成语。又一句成语哦。对。查甫人裸奔。嗯。又一句成语。嗯。又无啊吼。提示一下么？头一字。头一字哟。鸟。鸟。啊。吊人当哦。吊人当啊！哎呀，啊，查某人裸奔嘞！老师，你蛮奥平康啊！啊，恁这今日来礼拜日有做些小朋友咧，对咱看这个咩？你讲恁体，恁体又开始啊？你讲咩？你来做迄个言教兼身教，你安尼吼，迄个嘴巴都没掉。人即卖哟，迄武汉肺炎正严重无？咱手袂使摸咱的嘴皮啊，后边摸啊咧。你咧上你有哪有无？你有你用无啦？有诶，无啦。你嘛是你用诶，用诶，用诶。你看上耳朵诶呀？啊！你看上耳朵诶呀？上耳朵用诶姿势要干吗？当然嘛要干。哎呦！啊安尼。喂，你安尼我会愈笑。哎呀！那酒醉，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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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查甫人裸奔，查甫人裸奔，空穴来风。你哪？哈哈真正有影，你改伊落呢？改正经。何你要一只？讲一个就何你要一只鸟啊？一只鸟啊？一只鸟啊，好久久。无啦。无呢？无好久久。哎呀呢？嘿。嘿，哎呦，哎呦，我开开一下，嘿，嘿，嘿都，嘿都，一只鸟啊，一只鸟啊，你鸟啊，看你，看到你，看到像个地藤啊，地藤，你是假，唔知地藤鸟啊，无咧地藤诶，一只鸟啊。好久久呢，老师，你感觉我小爱情？该无正经。啊，你感觉我要要啥给我？啊，你讲要叫用啥要给我要哈？摕一个蓝色的笼子。摕一个蓝色的笼子。放在这里，和你要一只。蓝鸟。蓝雀啊。国宝级的呢，较正经的啦，正经的。我跟老婆婆报告是讲，因为今日是礼拜日嘛，礼拜日对。本地哦，咱是月底下礼拜日哦，是。哦，咱上京团的要来做功德回向，有咱保留重点照明的老婆婆来做功德回向，但是那个是提早一礼拜，礼拜日会在晚晚啦，会在八点了开始。啊对，来占保留金啊，啊，所以这咱今仔已经把这个定格的。算这个，一个月一个月，今仔日的进程有好市中间照明，所有名单会使拢变了啊，变了无人知影，拢啊变完啦，好无人知影，很好，无人就一个一户，啊，一个一个给你保庇，让你平安无代志。哦，啊，我今日开始那个新的新的会开始啊，对了对了对了，
好啦，啊，迄个，迄个，咱讲话也莫分家规啦吼。啊，这个人实话，我这个人你也知影，我这实话实讲啦吼。恁有真济查某人吼，人咧讲什么带头风迄无吼？足济人咧带头风，讲拢看袂好，医生拢看袂好，啊，药啊安那照样食袂好。啊，离咱这段时间啦吼，有迄七十外岁。七八十岁，因老阿嬷，伊嘛阁讲伊带头风呢。七十几岁了，阿嬷阁带头风。阁带头风，伊讲伊自做早囡仔带头风，带到七八十岁啊。送囝生完了，有头壳阁戆啊。对啦，啊，就趁着风就袂使安尼。好，所以到寒人的时阵哦，伊拢爱包条的，囡仔包条的，袂当抢着风。对啦，啊，人今年就免包囡仔。甚至有的人阁袂当抢冷气、抢电筒，拢袂使抢哦。是吼、哦。多可怜呢。那你看啊，人伊今年就免包囡仔。每年都个唔免个个当开冷气呀呢？对啊对啊，我平常讲个酒你唔信？有耐起来叫耐啊！讲你只对酒啊，我穿一个。啊，无咱个机车舞咁好。好啦好啦，来来机车舞来来，一二三四机车舞，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哎，不错。左边，按照，右边，预备，二，三，四，一，二，三，四，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上去，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三四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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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再次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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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四上去，一二三四，收礼拜，拖出去，咻！哇、哦，有赞无？赞！赞哦！跳夹机车舞，运动一下。嘿啦，迄人爱运动，人爱运动。要活就是要动。对啊，哈、哦。黑将。较早咧运动啦，我呢阵咧做兵都真正操了有跳。哦，迄不是叫运动呢？嘿、欸，叫做出操。哈，操起哦。以前咧操就操了有跳。哎呦呐！啊咧上搜索去单兵攻击，穿叶咧啊咧为山顶拢练落来。哈，为山顶练落来。嘿啊！啊有客家拢受伤。吐到当来袂食咧。哈，有拢掉内伤哦。啊，我都用吐嘛，用蒙啊。哎呀，我干嘛是赶快去照抄？迄个含等于就去赶快去照上过了嘞。咱讲真正做兵的时阵嘛，啊，那唔对，以前拢开始体罚。关禁闭呀。迄个左去右回，吼吼。左边去，右边回来。对啊，招写一张球啊，得个呢。好。啊，那班长有诶，那咧卡你落来都，迄个离地球表面。好，未使脚打地拖卡，未使打拖卡啦。就是爱爬起个树啊，啊，就爬起树啊顶啊。讲爬树啊顶吼，较早吼，阮有一个同梯啦，啊，因两个就爬起树啊顶。爬起树，这边的时阵啊。没有啦，爱就将人咧离开地球表面嘛。哦，医生讲因单脚给伊晃个了啊。对啊，对啊，啊，铁笼是上落来了。叫摔落来，叫摔落来，电灯会关紧闭呢。对啊，啊摔落来时阵哦，我班长作生气讲，你是安那摔落来，咱别人都未摔落来，现在你摔落来，含背一个树啊，根本无法度对啊，伊讲，迄什么人都会摔落来，太可怜啦，怎么能够摔落来？哎，树啊，迄落才好爬，哟，啊这么大丛，哟，啊你爬到叫摔落来，班长我来讲啊，我无讲你唔知啊。有理由有哦，这不理由诶！我是不是摸你手啊？要摸你对不？嗯。啊，有咧一只动机啦，迄动机啦吼，为这边靠卡吼，
迄无，迄两只拢讲个小拍啦，嘿啦，伊即马就为看，咱你知影做边阿边哥个口拢看看，伊哦有哪为这边拢弄起来呢？啊嘛是弄那一边处理呀。对啊，班长嘛是安讲，啊你嘛是讲我一边处理。哈，伊问题就是你只因两个咧讲话啊。因两只碰气咧讲话，你有法都听到？有哦，我也要听啦。你有法都听到因两个讲啥？啊，伊就迄只讲个讲，改只尾讲。你有看到无？有啊！这个所在叫两粒的辣子啦，讲我两粒辣子啦。啊，辣子就辣子，反正伊等下为了出力了要紧。对，无啊，问题迄只讲个假某会讲啊。咱今日只先拼一粒，慢慢一粒等下出力，我再来。可怜啊！伊讲咩？你只先拼一粒吗？啊，一个买慢等你啊！啊，听完了就挂落来。哦，我听完了，今日就叫栽落来。哎、欸，你爬树啊顶哦，以前咧爬树啊，人我做囡仔做过爬树啊。人讲个囡仔高脚高手无？啊，爬起树啊要创啊？以前咧五国街我拢爬起树啊顶啊。爬树啊？对啊。啊，人个找无啊？哦，我树啊顶我白头梢啊，拢伫遐困困中头。哦哟，佮做树屋啊咧，啊顶房啊。啊，做囡仔拢蛮呢哈。好啦，啊你头拄只咧讲到，即咱头壳讲，即头壳病这个问题，头风这个问题吼。其实咱迄个伫电视机头前，即阵一定有那有足济人有即头壳病的问题。头壳讲头壳晕。哦，唔管是查某人也好，查甫人都会啦吼。啊，即头壳都无分老少年的啊呢。少年人头壳蛮戆哦。头壳病都无咧分老少年的啊啦，吼、嗯哦。因为即卖现代人头壳病。个电脑比以前较济，是安怎讲？即马人个压力搁较大嘛，卡卡个愈高兴。系哇，啊以前吼，一查某人吼，是敢那月内做了无好，会有月内风意外。无以前个查某人较袂有啥物营，一个迄个营养无够个问题，哎，无多做伙问题呢。是即马现代人个查某囡仔拢计惊大苦啊，啊这也唔敢吃，迄也唔敢吃，啊介济物件无吃，伊就无多做伙。而且挑食啦。对啦，对啦，佮讲恁家爱食呢。对啊，啊，所以咱即马带头壳病人作侪，你看感冒药水，够人遐熬感冒的吗？唔是，遐都唔是感冒人咧啉的呢。啊，无咧，拢头壳病人咧啉的。足少人感冒去看感冒药水的啦。最近人感冒人要看医生啊。去看医生啊啦，啊，感冒药水煞变成头壳病人咧食。其实感冒药水是感冒才啉，而且伊家来当啉一舒舒啊尔。无，我今嘛要甲咱的这老菩萨讲啦。你若是讲啊，都晕晕甲冻袂调，疼疼甲袂堪的啊，啊要甲载一罐啊，也无话讲啊。但是你若如果你的头壳病，拢无要找方法，一直要挖靠啉感冒药水，安尼我是足反对的啦。因为咱年岁一年一年侪，咱的肝、咱的腰子一年一年老呢，胃量啊，时到伊也袂堪的。那食老啊卡的肝叫定呢，食老啊卡个咧西药子。老婆生啊，啊，就去了了。因为药不贵量，就讲因为一个头壳病，啊，头壳病佫无好，啊，啊，肝就叫定伊啊。头壳病无好，药剂就去洗啊。病菌佫低耶。可怜呐，咱讲真正，有一个咱的老婆生哦，迄钱贪足的，贪到尾嘛是有那带头壳病，啊，头壳病了后那就是像我讲的，啉感冒水，啉到洗药剂。可怜。啊，赚了钱要怎啊？啊嘛，足冤枉诶！其实也都唔免去洗药剂诶呀。对啊，咱若只要观念对，方法对，即头壳病会好啦。赶紧染起来。诶，都免介久。嗯。诶，免两个月时间，一个月啊，规三五天你就知影有效啊啦。你个差不多，差一个月，一个外月就赶紧落染开。对。带三四十日头壳病，照常赶紧啊，慢开。对。那无算，靠什么能够还的？有把握未？先等下，再继续啊。那无算，你买晒。超级。功夫。
他的鼻壳竖开，竖到丹田进开，嘴合合，他的鼻孔卡真了的。我就讲，咦，正平一脸，正平一脸，倒平一脸，倒平一脸，头前一个，后边一个好伊。二对前两年，三年三年，一口气过来，两把劲来。好，我来讲一遍。起立。我来讲。起立。我的功三七七啊啊赞啊赞赞啊齁、嗯、我来讲一件一件事情让你们知道老师你发表什么事情让我们知道我有两个同学大同港对两个翁仔某啊这两个翁仔某对哇，拢同学哦，啊，要离婚啊，哈，要离婚啊哦，对啊，足个越听，对啊，啊，即摆要离婚哦，迄个查某的同学讲，离婚会使，囡仔我的，查某讲的啊，因人讲，迄囡仔是生我的生，哎，我的唔才对，啊，恁查某同学讲安那，伊讲。你那是为我家生出来，我都造出来，当然嘛，我的。哎呀，因为我生出来，当然我的啊。啊，起码我同学讲，喂，你去领钱，那卡那不插入去，钱要哪会出来？对啊，你先插入去，无要靠钱啷个出来？看上插卡个对吧？哎呀，你别插，你知道吗？只是卡的主人的个对哇，现在因某讲，不是提款机的个对哇。现在因某讲，无对啊，卡是你插的啦。对啊，我插的我的。但是你无得到你去领着假钱啊！这囡仔反正嘛不是你的。他的本金啊，拢讲出来啊！老师，你讲这足无正经的。不是啊。暗时就爱卡叉嘞，卡会当钱出来。这么正经的？刚刚无叉哩，你靠啷个出来？我来讲一个正经的。好，有一只毛毛虫。毛毛虫哦吼，伊土坑兄，你敢不知影？哎呦，伊土坑兄哦。伊硬哦，出门了后啦吼，伊个早因吼，迄落去买菜的时阵是怎吼，招一个一只公的毛毛虫。哎呀哈！阮翁无伫个，行到阮兜，让阮兜吼，迄落迄十几个人咧啦，吼啊，迄只公诶毛毛虫，佮对即只母诶，等于厝安尼，哎呦，对等于了后啦吼，伊个害羞了后滴无吼，迄公诶佮要较紧走啊吼，啊只母讲无要紧啦，你怎大落来好啊啦，哎讲无啦，等下恁翁转来吼，会袂使啦，对啊，母诶毛毛虫佮讲，哎，阮翁袂转来呀，是啊，因为阮翁会知呀，七早八早哦，佮兼带呀去钓鱼。伊袂转来呀！用我去钓鱼啊！用你爱钓鱼啊！有啦，有正经啦！我来讲阿呆啊啦！阿呆啊！今日路人啊，水头松去啦！头咧咧！嘿啦！阿腿啊，看着等呆啊，你是安怎啦？阿呆啊，是安怎？唉，查甫人哦！查甫人！哎，你厝内面哦，查某人看介无够重啊！啊！伊讲闲咯，啊，都逐摆呐，翁仔某咧斗阵咯，拢冻无一分钟啊，安尼啦，哇！啊，这阿腿啊，讲呆啊，你好呆呢，安那，我甲你教啦，你有方法咯，有啦，我什么方法啦？你若家己深入的时阵，那独想要配迄个烂，你就赶紧换一个姿势，姿势换一个。哦，啊，那特别过来啊，佮佮换一个姿势，哦，安尼就冻会久啊啦，安尼啦，大家讲真正因会冻呀，哈哈哈哈哈哈，啊，就是就，嘿，就开始舞啊，安尼啦，哦，就因老花，对啊，因老花讲，阿呆你是真地啊，是安怎了？啊，无一分钟，你换要三十几个姿势，你连功夫呀？
心上青春好香味，轻舞大草青，青风有人叫花蜜，精彩好人生。都在咧讲到这头壳病的问题吼，今仔日我来分享几个啊头壳病病这个问题，啊，和咱的老菩萨大家参考了吼。看妈，你有哪敢改？因为哦，你今仔日那是有头壳病的人，拢爱靠食止疼的、食止痛的、食感冒药水的人哦。啊，你今仔看到我的节目，我讲你真正出问啦。咱有足好的观念甲方法，会当甲这个旧年的头壳病，唔管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头壳病，赶紧拢甲念解。张伟，你是有咧分家规无？你老咧看我节目，你就知影我唔是一个分家规的人啊！吼，我实话实讲的人。哦啊，所以我要讲，若有到头壳病的人，你今仔真出问。我来讲两个案例啦，两个案例。头一个案例，我来讲一个好野人的太太啦。迄我唔捌你啦。后一天，伊伫即个广播电台，迄二十几年前啦。伫广播电台吼，听到我的节目，伊甲我抄我的电话。以前个拿个乌金光的大机个无，拢敲电话给我。迄个你张辉呢？小等你甲我过来一下。我的愧疚真大，哎，有钱人，讲你今麦是咧苦搞啊！我真正安尼讲咧，哎，讲话遐尼啊无客气，你搞我过来真咧，我拢欠你个。我想讲，啊，你什么人啊？有什么代志啊？伊讲伊住伫地啦，啊，头壳病得安怎安怎？伊讲的是医生讲伊的头壳病未好啊，这世人拢未好啊，已经倒伫眠床倒半年了。啊，请一个外劳来给伊洗肠，平民岛的钱就对了，莫讲台湾的医生啊，世界各国搁较好的名医，伊都挺好甲叫来。送钱不是问题啊。对啦，问题就头壳病未好啊。所以当时伊甲我讲，你甲我过来一下，我讲哦，我真无闲啦。哦，啊，你第几号啊？明天我拄乌鸦过，我顺续换入面呢。有啦，我过两天我真正有过。啊，过日甲我讲头拄个讲个故事，就是伊倒半年，请人洗肠，医生讲伊头壳病未好，即个代志我听嘛。我讲医生会甲你安尼讲，就表示你真正真严重啦吼。哦啊，既然都来啊，无你相信我一摆。如果
一摆那是拢无答无答，安尼你就免催我。如果那是你感觉讲哎，你的头壳病有改善，你有希望啊，安尼咱还阁继续安尼嘛，哦，安尼就足功德啊嘛。家己先看卖个嘛。对啊。啊，无也无较好方法啦。啊，伊讲者较歹听的，着卫生看甲无卫生，有药食甲无药啊。对。结果用我的观念教方法，我是家己讲三个恁啊，三个恁。啊，结果嘞？结果伊两个月呢，伊就车开嘞吼，去找伊个主治医生。我都开车。对啊，主治医生讲，啊你安那来？我开车来，恁祖妈开车来。哦，恁祖妈开车来。我多烦嘞！你唔是讲我头壳病袂好啊？啊，我真唔是好呀！啊，你讲你医生，确实一个装卡囡啊，啊，草鸡真正几多人？真正教医生小妹。会去教妹嘞？医生按是介好。应该熟悉啊，伊个医生应该熟悉啊。伊甲讲讲，伊头壳病好个啊，两个月尔。医生宣布无哦，即世人未好个，人两个月就好去啊。你看看卖，即头一个人吼，第二个是呐，西拖拉古个太太，住伫小港，咱高雄小港。因先生拢伫迄个中港，伫咧载一挂路渣啦，有诶无啦吼，诶。啊无啊，那时就有当时啊，那走走七啊，就走八抓呢。啊，因太太吼，逐工拢爱住一支虾，拢爱小港林海边住一支虾。迄、那个，敢那讲唔知讲一礼拜还是半个月，迄护士就打电话讲叫倒来住院，安尼就对。搁点么住院哦？对啊，严重间。住虾搁点么住院？啊，提头壳病了啦。伊即马伫车顶。你开车听到我的广播，伊私底下打电话给我，啊，我有甲伊讲，我讲吼，上好是会当，和我阿敏太太面对面，我甲了解一下。算你先生看好你个。对啦对啦，我甲伊了解一下，哦，安尼，咱的方法，要安怎来使用？恁太太头壳病才会好。伊无卡电话，伊拢直接甲因太太用车拢载来到公司找我。哦，直接来呀啦。嘿，来的时阵哦，伊两个囡仔拢阿个伫碰椅啊，跳来跳去啦。公司的碰椅呀。嘿，拢阿个伫碰椅跳来跳去。今麦我给伊个观念方法安尼，头壳病，无甲三月日的时间啦，伊逐天拢爱注射哦。嗯。啊，这很难的。结果的时阵，挂病根拢甲连开。挂根连起来。即马你一跳来跳去，迄两个囡仔已经做兵退伍回来啊，一个大要娶某啊，阿妹啊来母娘家拜拜，伊讲哦，哦，我今仔好加在有咱母娘家张辉哦，无我头壳病就袂好，转伫咱的佛堂遐的附近买一块土地哩啊，吼，买块土地哩来种植，因是大小港啊，买块，讲安尼是该买到位遮来，伊讲安尼我要拜拜较近啊，你讲嘛，足有心诶。迄较早个囡仔拢一个立碰椅啊，跳来跳去哦。即卖已经做兵，当然要娶某啊。迄头壳病人嘛，根本好十外年。一旦讲伊是决定换一摆呢？对啊，所以老婆生头壳病你免烦恼啦。哦，你免烦恼。啊，真侪人个头壳病拢是为欠血开始的。即卖现代人食食好嘛，欠血。这就是我即卖咧讲，介绍人讲。啊，阮食食好，哪有可能会欠血？阮大家拢有食鱼、食肉，为虾米还佫会欠血？欠血、欠水、欠少啦。大家拢总欠啦，啊！你若无教会人，你都有欠，拢免检查，干那问你就知影。有个人若久咧避开，会乌暗面。常常避开个乌暗面呀。满青全金条，买纱无半条。对，这全咧欠会嘛。嗯。哦，这免我讲，老婆生你就知影。伊就会折处搞个会。啊，会若无搞，会若无搞个人哦，你注意甲看，伊个款迄落面色就无好看。啊，心肝头会青，为什么无会？因为血无够，含心脏有关的，拍无血，像个莫打加无水同款，啊，伊就会加速嘛。啊，所以啊，伊到落尾，伊就会扩大，心脏就会颠大，颠大较严重，伊会心衰竭，全夹起来。血无够，心脏会夹起来哦、喔。像个莫打加无水，拢叫烧的同款啊。啊，这严重着。哦，血无够是比高血压较危险的。嗯。那无啥咯。一般若无教会的查某人，你注意下看下。你若看到迄伫路边咧行的厝边，到有个查某人，安尼贪污那感觉要了的遐，迄一定欠血。就安尼。
哦，好啊。你有感觉较早从做从那边，即马一个年会有诶，他们那敢拢嘻嘻啊无？对，这绝对欠费了滴，迄拢免小骗啦。过来，年会有诶老大人足侪人咧增加，拢流窜，流窜。哦，像安尼，这拢欠费。流窜啊，全同时啊。你有感觉足侪老大人拢安尼无？有。哦，啊，这欠物件，我们家人送家吃，无健康啊。欸、啊，这已经嘛无健康啊。啊，这哦，这唔免一月你就好呀。表示已经健康起来啊。对，我护你的观念够红，唔免一月你就好呀。过来，字也变粗哈。字也变粗会安怎吗？有真济老大人啊，年纪济人哦，伊愈食愈重咸的原因就是伊的字变粗，变迄个滋味食较无，所以呢，迄味觉较歹呀，啊，人较容易甜。啊！你慢性病愈来愈严重，药啊愈吃愈重啊！药啊愈吃愈重。对啊，吃袂行啊，愈吃愈重。靠！啊，记忆也愈来愈歹，神经阁会错乱。神经错乱。一回拍袂起来，到头个顶，咱记忆歹去，神经错乱，暗时歹困以外，阁会有幻觉。你看，足济老大人讲，哎、欸，我刚想看到一个乌影哦，乌影，我刚好看到鬼哦，卡着的啦。哎、欸，啊，有个人讲吼，我拢定做梦，梦去往生去的一挂亲戚朋友哦，嘿，不是卡着的，不是啦，你欠费啦，欠费欠费人介济啦。甚至吼，一个讲，个有咱有就婆老婆婿，因爸爸哦，就是倒电门床顶，讲拢会流尿出来。大小便佫会失禁嘛？哈、啊，迄嘛是因为欠费啊。哎、欸，头壳无多控制啊，因为血切面到头壳顶去哩。欠费人足济啦，譬如讲诶，腰子无好诶人就欠费啊，哦，啊肝无好诶人也欠费啊，啊咧洗腰子诶人阁欠愈济，啊是讲你有手术过，唔管大刀小刀，你拢一定欠费。有老过费呀。过来食素食诶人，你绝对欠费，因为你初一无食嘛，所以你要做伙个，做伙就较未当像正常一般诶饮食诶人嘛。嗯过来糖尿病人，糖尿病，你看较大口杯到落尾伊就散落。对，哎，个搞感冒啊。对，啊，一寡有一寡慢性病人，即拢会欠费。查某人生产了后，你看爱做未来，因为伊要讲个一个月月内补未当个，生一囝落到机会，伊嘛是照常欠费。上了年纪个老大人一定拢会欠费。你若看到迄老大人身体足健康哦，伊有啥毛病无？我唔知，伊绝对无欠费。你若看到迄老大人啊，安尼。食到要真饱肥、饱通肥，伊有啥毛病无？我唔知啦，伊绝对无欠肥，叫我多活遮久啦。所以欠肥人，你个搞毛病啊？对啊，啊，所以肥若补有够人，才会长岁寿啦。哎，老婆说咯，咱卖肥，头壳戆，头壳疼，卖肥安安尼，暗时咧歹困，啊卖肥咱安尼，迄个肥无够，啊你啊戆恰恰，哦好唔好？好，好啦吼、嗯，来，无牛猪皮敢保平啊、哦？大家身体健康，我咧食百年啊！大家一起来。大家好，我是黄宣荣医师。在国人团结努力下，武汉肺炎疫情获得稳定控制。指挥中心鼓励民众例行防疫新生活运动，提醒民众不分行业，务必落实社交距离，室内保持 1.5 公尺，室外1公尺。无法维持社交距离时，应佩戴口罩。另外，营业场所内可提供干湿洗手设备与量测体温，并采取实名制，执行人流管制及环境的清消。场内可运用隔板或采取梅花座维持适当距离，保护员工及消费者落实防疫。只要个人及业者都能落实防疫，集会即可不受室内100人、室外500人的限制。防疫做得好，恢复正常生活步调没烦恼。来，乡亲和朋友老婆山，我手的客这款哦，咱吃乌巴桑、乌里桑，大家上娱乐的。真要是人，规天呐，你安硬戆硬戆，马西马西，暗时困眠品质真歹，啊，真爱困啊，无在人困的遐，吼、哦，大家娱乐个，来看这个。靠，有这款哦，有这组拢袂安硬戆硬戆啊，人叫做精彩。规安东的哈。波昂爽，波昂爽！我讲老大人做喏，这组就该精光开啊，个精彩起来啊！老婆说咯，你有这组，你永远都做少年，你就做精光。哎，像老师妈呢？来啊，一罐一千块，一个月份哦。我今日又带一个啦。好，来买两罐，两个月份两千块，这两罐送给你。买两罐送两罐。哦，老婆说，我先跟报告啊，冬虫夏草。上到今天
上到今天弄好。忙才开始给他用买的啊。忙才就不好哈。对。今天赶快去教你啊。好，这吼你都唔免买。我搁讲一句，讲一摆啊。好好。老婆仔，你给我做证，明仔我惊有人会搞我火。好。上到今仔日。上到今仔日。下错，上到今仔日。明仔就无精神啊。明仔就无精神啊。好。明仔要爱用买啊。对，用一罐1600块。安尼。和你算开2000块，总包括你要优待2000块。来来，多提一罐来。能涨我优待啊！对啦。啊，所以咱今日这罐搁个加落去。山顶真有哦，山顶电话卡有通的老师，搁要赠送你一罐的保养素。很怕很很好啦吼。对。咱会记得很怕很送一罐啊。好，来个无哦。7800000019的电话啊！0800019，前12位才有优待，第13位就无优待啊！老婆仔，你昨若互我赠送无到的，今仔日爱赶紧拍号通啊！要揢无到时搞，这无货啊！而且伊即摆吼飞机还袂正常，船啊嘛袂正常，所以用咱保安所伫国外是无多入来的。无多啦，即摆都仓库只啦搬完就无啦。搬完就无货啊！等解雇上旧年欠钱久安尼啦。好，啊，电话赶紧拍号通啊！身体健康。0800019，来你好，张老师讲，你好，你好，一线挂掉，一线什么人啊？喂，阿妹，我过来，来一线，喂，你好，来你好，张老师讲，嗨，老师好，嗨，你好，你好，嗨，三杰，我要几招？好，对了，一线谢谢，恭喜你，你好，来你好，喂喂，嗨，我几招？咱挂到位。台北沙山加一罐。喂，你好。来，你好啊。喂。嗨。我。一周好，妈妈。来，四山谢谢。喂，你好。来，你好。喂。嗨。我那个，你要来买那个。张辉家保养所，咱到伊。我中华。来，高山中华，中华谢谢。波沙波金钥匙，人爱吃啊。来，你好啊。喂。嗨。嗨。哦。一周。张辉。哟。哎、欸，我高雄林啊，了解。好，来，二线的先生。哎呀，郭靖。来了。喂。喂。嗨。咱住伫倒位？工山。工山哦。来，沙沙工山加一罐。你好。谢谢啊。我这组你都唔免伫遐点加点啊，拢总唔免点。啊，这组来咧食吼。可。咱日时工课咧做，暗时照常冲，拢无问题啦。加米半个有哦。来，郭靖啊，拢未添，吼，做唔上添。来，赶紧，空一路一双到五双，赶紧嘞，0800019啊！咱替咱的来源，好咱有元气，搁袂搞啰嗦。啊，早暗一粒倒啊，足简单，一粒一粒。下再食饭饱食一粒。下暗，下暗食饭饱食一粒。有伊计足有动诶。吓啦，老大人老七组，即老大人加较有动啊。啊，佮较唔惊寒啊。啊，赶紧嘞！啊，尤其咱三顿食少的人哦，三顿咱乌白食的人哦，咱更加需要保养。哎啦，咱老大人有这组哦，你佮主要看加较好看。当然哦。人较少年啊。啊嘛，较勇。有啦。来，赶紧嘞！佮4分钟。最高。来，0800019的电话啊。这两万个真正无回啊。哦，无回，真可要搬完都无啦。来，改等改。啊！恁啊，恁啊，迄个厝内面剩一罐两罐的，爱紧叫起来。啊，无真正需要无。哎，我顶回讲公安，伊讲啊，甚至怎个咧讲购物，啊，结果无买，啊，即摆全叫人着，哎，歹势啦。来，你好。喂。嗨，你好。咱到位。你好。你好。我小港家。小港啦吼。嘿，我要买银杏呢。银杋好，来来一串银杏来。喂，你好。谢谢啊。人民公格的，当大家怎样买？信用可可的哦，银杏嘛，有哪无回啊？你这批礼拜嘛无安尼？这批礼拜几十万呢？另外无提呢？那你好？对啊，张辉。对。哎啊，我要一组呢。我往所能带你对。我带你中华。中华，来二线小姐，你好不？中华，谢谢啊。来，你好。喂。喂。嗨，你好。哎，我要买一组嘿。我往所哦。我查某人有这组吼，哎，查某人叫做水的，沙山的，是不是？水个袂搞啰嗦，人个精彩，佮种有关系。查某人头脑保养所，哎，查某人你注意下看。对，因安，侬免未婚就看到佮种个看。啊，而且还佮配合，咱即款冬虫夏草，好好如赞。红阿某啦，当只只佮如何？啊，冬虫夏草，今日最后锦上一缸尔。来你啊，明仔载个无啊？喂，喂，哎，哎，我这里要一组。那住哪里？住屏东，来二线屏东是谁？喂，你好。来，你好。喂，哎，不妨手一招。好的，来四线一招，谢谢。恭喜你。哦。查某人多啦，这组有咧叫。嗯。
迄、那个价值做偌贵，你这种手机啊，该翕开。对，啊，那价值做贵了后。啊，你同款，你个所在坐哩，恁倒看你坐哩对翕，啊，你一个这组食完了，你搁翕一摆。对。啊，你两张甲比较，计偌好看呢？给你看面伊水哦。真正迄种的水，迄种的自信，嗯，拢不同款哩。搁袂搞啰嗦。哎，外人看到讲哦，无人啊！你即摆啊变个足好看。哎呀，哥哥说，因为保安所来咱做屁股。来，你好，搞两分钟得了。我要保安所。来，住倒位？我伊拄啊是要靠我啦。好嘞，一双一双。哦，你个倒位啊？来，你好。喂。嗨。哎。哎，咱倒位？要去做保安所。咱住倒。在麦寮诶，婚姻观。来麦寮来计算。喂，你好。谢谢啊，来你好。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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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张辉袂咱算上俗的，俗啊个满意。哦，因为我知影咱介只老婆煞无咧趁啊。啊，时机阁较歹。啊，张辉都有一碗饭通买就好啊。对。我无一定着爱大鱼大肉。老婆婶，你的身体顾健康较要紧。第一个是安尼。哦，啊，张辉都会当做，我拢尽量优待啊。哦，我拢尽量优待好咱啊啦。算真正。你真买无得是啊，讲你无福气啦，真属实啦。真正。来，你好啊。哎，你好。我保安所要做。哦，好，咱住倒。三支。三支，好，三支啊，来，好来一双来，谢谢。等一下哈。喂，你好。好几回哟，好几回，你搁要保安所搁无一罐啊？嘛无一罐啊？有，安尼嘛介绍啦。安尼嘛介绍，但是今日靠后通加一罐冬虫夏草。好了，搁一分钟好了，搁一分钟后边有刷啦哈。五罐的保安所一刚刚开十外块银尔。比两个较俗啦。空八空空空一厘。五八九电力光电爆通，身体健康。啊，你属于我吼，一个做有交代的哟，你可袂搞啰嗦啊？哎，赶紧啊！你个查讲老师真正用心良苦，为着咱的健康设想的。好啦好啦，来你哦。个体验没有啊？喂，嗨。啊，我是跨面这电。好，来你双手接好不？新朋友，你这通电话卡掉啊？你真正出问题了。真正。你拍这通电话，我讲你真正比心难靠起。你连个。哎呀，老师、啊嗯，你比酸点，你胃口较好啦。哟，真正哪里有？哎，我中立，我要一组。哎，一双谢谢，中立啊，一双哈。这这边无货啊，老婆仔，你老较欠的，你今日较紧买啊。啊，我来分吹啦，啊，恁继续拍电话啦。赶快有优待。有啦，啊，电话入来拢小姐给你服务啦哈。好。哦，来，一双。来，几号？二号，二号是放袂落的迄个人，台南市的方小姐点会歌曲哦。这首歌会去咱的表妹兼公山的美女拢该听。啊，做伙大家做伙来听。来，到底来欣赏。美乐迄个啦，老婆塞到脸上哦。
人讲滴水之恩，涌泉以报，涌泉以报啦。意思是讲吼，爱知影人嘅温情啊，食果子都爱拜树头，哦，唔通船过水无痕啊。做人爱知影人嘅温情，啊、哦，亲像咱这囝儿是谁对许多人，你也知影许多人嘅温情。爸母温，这爸母温哦，你一世人行不完啦。哦，你个行到爸母死啊，你都行不完啦。哦，所以咱做囝儿是谁对这个许多人，无论如何，哦，一定要较友好。有当伊许多人呐，讲加念两句啊吼。你唔能讲，哎，是大人教念，其实哦，拢要爱你好，伊较唔去念别人，对不对？哎，是大人啊，讲天下无不是是大啦，哦，哎，是大拢是爱咱好诶。那么讲到这船过水无痕这句话哦，相信这免我解说，介侪人拢知啦。不管大只船、小只船，边啊驶过，你也看好，哎，管你落，迄水道安尼拢起海涌无吼？啊嘿啦，啊过一日安尼。冰塌塌，冰晶落来呀！哦，未留下着船只船的痕迹就对了。哦，所以这起来咧讲咱人的人生，船过水无痕。所指的讲，不管好的歹的代志来的时阵呐，咱的心肝头会起波浪嘛吼、但是事后，咱就卖甲放在心肝顶啊。这就是一种真好的人生的境界。哦，你讲个无简单嘞哦！真正啊，讲到人生的这个境界，这船过水无痕哦，这毕竟是有那一种概念尔啦。事实上，这句话有伊现实的战处面里啊啦。哦，这种甲人产生一个不愉快，人甲人拢会嘛。啊，迄不愉快，茫定记条条啦。就应该就像迄个船过水无痕，啊，过就好啊啦。没有痕迹的。吓啦吓啦吓，过就好啊。哦，若无你规日阿弟啊，拢咧想遐代志，人别人袂记了呀，会食会困呢，啊，你当然袂食袂困呢。对咩？啊，有个报复的心，啊，把家己陷入咧真不愉快的境界。苦了家己。啊，家己拢歹过日，那不算何必呢？无必要啦。人啊，无良，啊，都原谅伊，甲当作迄人都无人咧驾驶，咱卖差别卖也咪同款。啊，都船过水无痕，过就好啊。哦，你若是讲今仔日，啊，咱都有去帮忙人，对不对？啊，应该嘛爱船过水无痕，袂使讲哦，我该帮忙，我就足希望你给我回报。安尼，这个温度就无变成无温情了，本就有温情变无温情了，甚至佫会引起，互你帮助的人会引起怨恨呢。啊，你常记条条。哦，啊，我都有记你心肝啦，我都会甲你报道，你常常安尼三句两句就讲着人讲说，什么人哦，我要得巧，什么人安怎拄安怎，结果要来借30万。哈哈哈！哈哈！哈哈！真正有影实在哦，所以哦，受人之恩哦，唔通船过水无痕啊。咱若是人敢帮助，未使船过水无痕。拄只我讲起了，只要规矩爱拜树头。哦，那爱谨记在心。对哦。啊，唔通啊，咁放啊，未记了了，应该有所回报啦。因为对方无一定是希望你会加回报，但是你确实未使，因为对方无甲你提起，你若当作唔知影，当作代志过倒也未使安怎。未使咯。哦，你若讲今仔是帮忙的人是我，我就放我未记，无紧。但是咱帮忙的人，咱爱记了，咱爱甲记好掉。甚至即个开要当年，爱甲囡仔讲，无人对咱这个口有温情。哦，这。钱好用，情歹用，就是安尼嘛。做人的基本道理。哦，对不对？啊，你有个人唔是，确实你甲船过水无痕，变成甲有个当时啊关系拢变歹去，好代志拢变歹代志。啊，有个就是呐，家己有过错，家己唔对，啊，绝对唔通船过水无痕。因为你若曾经做过唔对，未使放我袂记的哦，时时刻刻你要记好条哦，要安怎样来勉励你家己来改过。请做上书机构应用的体制来想看咱对不对啦？哦，爱改恶过修行嘛，修行就是日常的生活当中修行就修正咱的行为，叫做修行嘛。哦，所以咱会记住。啊，过来就是讲，有当时咱答应人的代志，也未使船过水无痕，未使放我未记住。咱唔是咧办高家会啊啦，哦，我答应的啊，讲讲的转帅，政治人物作者安尼啦。
哦，啊，就开会大饼会卖咧，啊啊，算着啊，就放我袂记。我哪有讲？迄个我无讲啊。嘛，足济安尼啦，所以咱就看足济伊啊，啊，咱绝对唔通安尼。哦，咱广告遐，咱有迄个卡层啊，食咧下药，啊，咱有迄个能力较人答应，无能力唔通去误人啊，哦，对不对？对。哦，那所以有当时你讲答应啊，无去做，颠倒去误着人嘅代志啊，对家己嘛无信用。是啦，现实嘅生活啦，如果咱做会到，以上咱拢也做无要紧。哦，那么这全国剧本嘅境界，咱讲实咧，无什么困难啦。真正。哦，咱讲事实咧，无什么靠有靠什么困难。无什么困难啦。啊，都咱帮咱有温理咱心胸，咱个记有条。哦，啊，咱帮忙咱个全国剧本帮我袂记嘅。不安尼尔，哈哈，好少讲对不对？讲个足简单，要做较困难啊。重点就是只腰瘦啊过，啊，我今嘛讲啊，即我特别面遐遐腰瘦啊过啊，即搞死囡啊，即看本机啊，即真真正实在。我介只老婆生拢打电话来导我，讲哎呦，张伟老师啊，别安怎啦？我囡仔安怎我听话啦，哎呀，啊，我要搞咩事啦？上我袂啦，啊，我得爱去赶紧呢，赶明仔草草去解某啊病啊，擦。到头早时啊，就头路香骨老人哦，我就爱去夜变一个，所以哦，做人是先忙啊，等下何时大人敢操烦呐？对咩？是大人讲一讲，变含咱会当偌久半世人尔啦，伊也袂当天对你一世人啊，对不对？佮该走通偌久？啊，你真正有影实在哦，我讲啊，这少年人拢做袂了想的，对是大人，我伊个真正天地颠倒变啊，但你讲啊走会面，我无骗你。看本期啊，要收啊贵呢，真正。我是不爱去面的，不爱面的，做歹听。我厝边，你死不能靠的。您厝边面老师还不是您面啦？没啦，我面。是您厝边面啦。两分钟啊！我都讲拢唔敢讲，我唔敢讲，超过时间我拢唔敢讲。两分钟啊！要点歌你唔点歌啦？你搁里啊？我上麦上麦啦！哦，你食饭的时候你讲啥啦？啊？哦，讲哦，你了这个时间在做多好势啦，哦，啊你家己啦，真正有影实在哦。所以你娶新妇要娶这啦，这全国最无用，讲会专办我袂记的啦，靠录音。我讲的是讲恁点歌的时阵，当提早点歌无要紧的，啊两分啊的。啊对，点歌无要紧，即马经过两分啊，你敢拢唔讲？哎，两分啊，才我看到，你点点我目睭细蕊，你目睭大蕊是拢中红的呢，就录音。老师，你真正没人拢未跳针呢？啊，拢未跳。我较正常唱小妹，我忘呢。那是食老话，今晚无闲啊。我受够呢，我有受够呢。哦，你真搞笑。我虽然受暖，大汉受够呢。你讲戆戆呢？真正呢。来点歌来，7890880。今日点我怎办？屏东的电联广播台要跟点歌头前，请加一个空班啊。7890880。7890880。三句话。对三句。我多对我身边人啊听什么歌啊？简单扼要明了。啊，唔通啊猜啊？我已经开乌啊。起来。乌啊。好。喂。喂，老师啊，英啊好。香姐。啊，香姐好。哎，我要改点一条歌。什么歌？情人的黄衬衫。情人的黄衬衫，一人哈。嗯。谢谢。啊，好，拜拜。喂。哎，张阿姨。啊。你们，哎，你们，你们，小贝也刚编，小贝也刚编拜二了哈。谢谢，拜拜。来，你好。喂，你好，张老师哦。哟，我要点一条拍刀呀，准。拍刀，扑刀啦，拍刀。哈哈哈哈哈。很大队。我高阳黄小姐。好，黄小姐你，我拜三啊，拍刀也准好。谢谢你。好，拜拜。喂。张老师你好，你好，北投魏大姐，是剑头刀啦吼，啊剑蚵仔唔好用啊，好啦，你有逐工剑蚵仔无？有啦，有用好啦，拜四好啊，好拜拜，好，来你好，张老师阿英你好，哦蔡秀娟，蔡秀娟，是，追，你讲第一咁好。第一歌，第一歌，你讲国语，我那做闲工嘅破解闲话。你讲未标准，讲追。你是不是追？到底追？追啊！哦，对啊。系啦。无好啊。啊，你跳舞无？我有跳舞。跳舞啊！好，拜拜。哦，是的，拜谢。唔好搞性地，嗯，来你哟，各位。那。张飞。好。哎，你好。你好。还会唱歌不？来，咱到位，什么人？棒球圣诞。哦，棒球圣诞哦。
哦，恁棒球迄款，迄落车头头前个定位足水呢。系啊。嘿、欸。啊，你要听什么歌？我要听你心头吧。低头吧呢？系啊。哦，低头吧，拜人公啊。谢谢啊。哦，拜拜。来，你好。喂。喂，老小燕。阿莲。莲。你要点歌声乱情。歌声乱情啊！啊，你要嫁人啊未？是的。你呀，要嫁你呀！你嫁我哇！我人带上来呀！不是，那讲正常，人因斗新婚安尼啦，啊伊就啊你斗真有人无？得困啦，得困。啊，就好没人个进来哈。哦，进来来，别挨这里来。一。好啊，你什么人？你什么人？我李小姐，中立的。中立哈，中立李小姐，好八号啊，好，谢谢谢谢。无啊，搁两位，啊搁两条呢？哎，搁会当点两条的。好嘞，先来拉歌。啊，即摆下搁会当点。啊，你进电的赶紧搁拍。应该落了个无啊。来来来，赶紧哦哈。我等你哦，我等你哦哈。八号呢？搁上一个卡搁未付啊？第二面，第二面。八号什么歌？八号是咱中立的李小姐，都是迄位呢，哈。点一首歌，请搞迟到，国语歌。迟到。嘿。来，要请上上老婆在到连线哦。迟到。来。Thank you.
咱中立哦，有一位陈小姐，伊讲啊吼，因老公哦，老公讲有啥小可讲安尼，脚讲麻麻啊，阿妈赶紧安尼吼，小可安尼硬讲硬讲安尼尔吼，等下你讲无偌久尔，讲去有中风去啊。这个最近的代志呢？无啦，迄、那个即卖现代人吼。哈。那不是你爱注意听啦。讲要安怎办啦？那不是你爱注意听，因为咱即卖现代人油车拢食较济。哦，以前阮做囡仔，若要食一个肉，鸡肉无可能啦。哦。要食一个肉吼，爱等拜拜。叫肉行。啊，无等阮阿公阿做鸡啦。哦，靠，看有肉食，啊肉佫毋是介济呢。迄生前阿肉薄二天啊，薄到比人拍皮较薄安，薄二天啊。哦，对不对？安怎安两块安尼，毋是佫毋免介济，规家伙遐很济人要食迄两块安尼。所以以前人油车较无较济啦。啊，即卖唔是，即卖差五岁囡仔开始就开始咧破坏血管啊，要炸薯条、炸鸡，要创什么垃圾食物一大堆嘛哦。所以你甲看，即卖以前啊听中风拢爱差四五十岁以上啊。中年了哦。系啦，伊人讲只惊过头，人惊四十啊嘛，拢四五十岁过开始中风嘛。啊，即卖咧？即卖你去讲，你看卖，迄二三十岁少年人中风迄个一大堆，伊就拢规工唔叮当，安尼拍电脑啊。啊，即马巴肚要泡面啊！啊，你敢知影？啊，无咧运动啊，还袂中风。然后佮加上老大人啊，咱即马现代人即马食油炸伤济哦，咱的血管哦，拢较容易叫顶去啊。啊，内面的血油较会较伤济，啊，就来中风啊。哦，油啊，伤我这个太屌个呀！真足可怜啊！讲事实啦吼。啊，事实讲，你这段时间有真侪人知影讲，吼、哦，张飞有一个观念方法，会当互咱这老大人柔软血筋，清除血油，啊，互你血压袂压悬，啊，人佫袂中风的方法。介只老菩萨讲，吼、哦，就来找张飞、哦，张飞有这个观念教方法，太好太赞了。过去较早，偌济老菩萨，哦，讲开食甚物话，食甚物话，食开。开要几落万，结果也无影无吃，血压照常咧悬，脚手照常伫咧按，血赶快落，啊血赶快落，老婆生，你甲想看卖，柔软血筋清除血油这个工课，咱都做乜代志都知影较紧啊，对，哦对无，咱做乜代志知影较紧啊嘛，咱拢听别长辈在咧讲啊嘛，爱清血油爱通血咯，啊现在赶快中风人佫一大堆，为虾米？因为伊无方法。伊唔知影要安怎过，伊家知影。啊，拢个想讲哦，哦，开愈济哦，愈贵个愈好，那无啥啦，唔通去想遐啦。那无啥咯，炒我几多个几多人啊？啊，唔是开愈济，愈贵愈好。唔是啦，遐拢好少啦。开少少钱个，当互咱健康，咱有啥物爱做咧？多往个减往钱个，你唔买哦？所以介只老婆生都唔知影。啊，我讲啦，讲到这个读到这个血管这样，我一件见笑代，我爱讲一个。什么代志啊？咱讲真正吼，我咧关心咱的老菩萨，大家人要安怎柔软恁的血筋，清除恁的血油，护恁的血也袂压悬，也袂来中风。结果我家己的老爸中风，我家己的老爸。为虾米？对啊，讲到这哦，那熬更甜啊。因为吼，阮老爸吼，伊呐，要讲开就是，伊那较大碗的猪肉，伊都食落啦。啊！伊若咧感冒啦吼，咧食药啊，拢一定爱淹粉啦。你若无淹粉吼，迄一粒像米遮大吼，伊若感染嘴里喏，你一碗讲茶啉了啊，迄粒药啊去掉你嘴啊啦。啊！淹粉该苦呢？伊唔惊苦，伊都惊吞药啊。吞袂落，袂晓吞。对啊对啊。张龙是就是因为我甲阮爸讲，爸你有血啊，啊你后咧食薰，后咧食酒，哦，啊你都爱。那会当分酒戒掉，把我教啦。阮爸戒歹嘴啦，讲真正，因为歹性地啦，心肝那袂歹啦，就歹，就阿莫讲讲歹性地呢。然后教，跟人死卡戒了，戒多少？把我教呢？不爱戒呀。哎，死，要戒哦，死卡戒了。不可能要戒啦。我讲阿无你呐，唔戒。哦，无我一个观念方法好你，啊，你早暗用我的观念方法，安尼你就当柔软血筋，清除血油。你的血压就袂悬，啊！你就袂去踢到，就袂来中风带一脚一手。啊！结果呢？啊！结果，阮爸照常中风啊。那还要呢呀？对啊，我感觉奇怪啊！难道我的观念方法无好吗？啊！你等讲的一间病院，我卖人讲对，
高工啊，我逐工拢爱去病院。我爸甲我教啊，啊教的时候我阿公哦，爸你只要教爱教我听话，你教我听袂？我无，佮你生气啊？佮你听无？对啊，为什么？因为我家念爱你甲我教啊。我好伊个观念够方便哦，伊拢甲精神伫个一酒肚内面。无因为呀。无，无怪伊个中风啊，安尼。我呢，抢救的黄金时间两个半月内哦，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让你恢复得滴啦。结果，办出院啊！办出院啊！办出院，高工多高工，我就甲办出院。你敢知出来断案哦？断案啦！俺个四口啊！哦，你讲啥拢听不啦？算中度中风啊！啊，怎啊崩俺个背落，俺就甲起落，俺拢落去食落。算更加严重啊！啊，拖脚爱粗暴抓，因来食饭拖脚粗暴抓。哦，俺个四口，我你边爱个甲人爱甲查呢？我真咧讲哦，离阮东港厝边，大家就知影讲我无讲白菜啦吼。我用我的观念教方法啊，你敢知影？无加两个月的时间，伊家己骑奥多麦哦吼，家己骑奥多麦。嗯，你唔知影？家己半迄个透早时啊，四点外，家己骑奥多麦去对，去东港王爷庙较过迄个菜塘桥边。哦，王爷讲，恁知影烧王船，咱东港烧王船的，佮过头就一两三百公尺，都一条叫做菜塘桥，遐早时人拢咧卖迄现捞啊鱼啊，伊桥多麦稍微买鱼啊等下。去遐买鱼啊？哎，卡电话好我呢。佮伊讲话，伊讲话唔是袂认得啊。无啦，伊拢好。即摆拢讲话听话。两个月尔都拢好啊啦，啊，伊就卡电话好我，我惊一个人讲，爸，你好心诶，你后摆吼慢桥多麦，你吼补会穿的用行路的。真正两个月呢，我予伊恢复，甲你看袂出伊有中风啊。但是咱坦白讲啦吼，伊有那疾病无力啦。家己知影。嘿啦，伊下奈体十五爱拍麻雀，哦爱骑奥托拜，我是奥托拜，我反对好骑。但是伊若咧行路讲话，你根本唔，伊若无讲，无人知影伊中风啦。抢救黄金时间，这是抢救黄金时间。叫好。对不对？咱就是爱安尼做嘛，这实话实讲嘛。咱袂使讲，我真咧讲，阮等等厝边来讲，有影即人讲的袂惨，啊，都属实都是安尼啊。但是咱绝对袂使讲中风去，你要乌脚底啊。当然咯、喔，我意思是讲，你若看中风倒一间急救都会好开啊。老无使你进卡手咧买，阿妈讲今年年金甲头咧顶，你有啥物通好烦恼啦？有三高。哦、喔，你免烦恼嘛，有啥物通好烦恼？所以哦、喔，我讲介只老菩萨就是安尼啊，都。唔惊一万，只惊万一啦。万一呐，大掉啊！大掉，那这个这个年岁啊，万一呐，中风啊！都要搁人家咧六西六招。无准。啊那囡仔有好多呢。啊那无。囡仔不好，要靠无目屎呢，我骗你。那无啥咯，存那钱无路用啊！身体够健康是你的啦，钱拢恁囝的，开不了就因的。哦，啊，真身体你也顾的，顾的健康，迄咱的，迄咱的啦。啊，你听无？哇！咱来搞花顾好清啊，花茎好油嫩，油嫩花茎，卖互伊中风啊，血压互伊定定，安那无？好，来，恁一个地呢，无另外准备干保庇，身体健康吃百年啊。大家好，我是陈佩欣医师。随着疫情稳定控制，指挥中心推动防疫新型冠运动，邀请各人做伙来迎接防疫热火的心态度。除了防疫，也会当放轻松，享受着生活。伫遮来提醒，防疫期间，民众嘛是爱维持个人的防疫措施，譬如讲用纱布来较久来洗手，若是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还是要坐大众运输的时阵，就爱来挂嘴安。只要维持防疫措施，民众会使放心参加各项室外的活动，譬如讲去看室外的热门表演、加体育比赛，也是讲去郊外来走跳、运动、旅游，等等，对着身体健康有帮助的活动，保持个人卫生的好习惯，做伙家己防疫新型外运动。来，乡亲的朋友，今麦这个天气开始哦。佮加上咱即马误会啊吼，咱拢袂使无个一项物件，即家家户户大家拢有个啦。甚物物件？因兜若无即落物件，我讲迄家口啊真啊对人袂顶啊。有啊，观念无。观念歹，真家家户户倒一头无鱼油啦。大家嘛好。阮做囡仔，阮兜做山都会晓要食鱼肝油啊。哦，那无啥咯。
只是鱼 有分啊。没有安装分。鱼有分好加歹啊，有分三等啊。哦，上中下。对。那么啥咯？干那咩人们吃鱼油？鱼油嘛有安尼一罐几百块银来。嘛有。吃不完无卖，吃一百个啊。一半平安搞什么啊？作俗的呀。那么啥咯？鱼油哦，咱要吃是要吃有交代，所以一分三等上中下。这就是上界顶级的，顶级惠安堂上顶级的鱼油，清清清的来看呢，顶级鱼油，看呢啊，哦，惠安堂的啊，清清清的啊，上顶级的鱼油啊，哦，这吃一点算有福报啊，这全国都啊，干那你离咱惠安堂买得到，这样有咱顶级鱼油，那无错咯，我讲哎呀，那分我讲你听啦，好，咱咧吃三鲜鱼头啊。一嘴硬开，诶，顶级的沙司面，一嘴骨六百，五百六百拢有一嘴。哦，一嘴啦，卖讲五百六百，一嘴三五百块呢，拢有啦。好、哦，啊，毛迄落上界低级的肉质，一盘三百块，一家伙也食袂完，食到尾个会当个沙拢咧做火锅煮汤。所以鱼肉高分啊，何况是鱼油。咱的顶级的鱼油，一尾称啊，遮样大尾哦，啊，拄啊中迄料尔啦。足少诶。不是规尾拢会当用的啦，所以叫做顶级鱼油。来，食到叫福报啦，一罐一千，一罐一千块，买两罐，两千块。我今仔又抬一个，我搁啊加两罐，两罐送两罐。来，冬虫夏草，今仔加加马侪就无啊哈。侪你敢用买呀？冬虫夏草，互你补气、强身、精气十足。安尼，互你开两千块一罐，补气一罐来。那个电视罐，这罐我东港王爷公马祖无要甲咱一路会甲咱。这个呢，安尼啊，五罐呢，千千千，一罐呢，冬虫夏草，那无啥咯，六罐呀，安尼，互你开两千块呢，足俗个呀。即组你若买无着，你卖阁搞讲你我观念我安怎正确，真正我骗你啦。嗯，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赞一粒倒啊，一粒一粒，安尼较需要个。啊，你若是感觉讲无呢，赞我好，我安怎呢？你若较需要的人，爱炸两粒，两粒两粒，爱去真啊，好喝。有个人啊，那身体较无健康的，你爱炸两粒无好。啊，你天若较侪，嘛爱炸两粒两粒。来了，什么人要做第一位？哎、欸，我要两组，两组，两组啊，有加加两罐啊，这都通常啊，炒加两罐，咱带你对。哎、欸，老朱，老朱的艺术先生，两组，来了。喂，老朱，我们一组，我大聊，大聊，艺术大聊先生。来，你好。喂，我周雅。周雅，陈露婉，陈露婉。钟贵。来，沙水的钟贵是谁？恭喜你。你拢讲捌是陈露婉的啊？真正。老师，你不是赶快讲陈露吗？我来对你讲话，我懂。真正，哎，真正，我拢在拖伊。那个就在唱歌呢，我那音拢在拖亏。来，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啊！那无才，赶紧来做一个第二决定哦。那无才咯，无咧等人个哦。这组，这是离咱惠安堂你才买到。啥个满意？这组你离别你买袂到哈？你去真啊？来你好。开多济钱？喂，健康。嗨，你好。诶，我要爱去关油。来，玉山来试试。鱼油不是鱼关油哦。来，你好。喂。诶，鱼关油哦。来，试试试试。那是鱼油。来，你好。喂。诶。嘿、hey, ，老师哈、喔，沙刷谢谢。喂，你好。来，你好，老师。哟，陈金菊。来，一刷陈金菊叫一罐、啊。喂，你好。谢谢啊。那个是鱼油，不是鱼肝油哦。顶级的鱼油。顶级鱼油，可能差五年。哎，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啊。电话叫上家去来看。咱这个拿保养站一粒啦，一粒一粒。啊，你若感觉年岁较济，身体较无健康，你有较需要爱扎两粒，两粒两粒。哦，一种哈。来，你好，喂，你好。喂。哎呀呀呀，哎呀呀呀。看，咱今仔日有精神，咱的冬虫夏草，你马仔开始冬虫夏草，你给他用买一罐千六块啊。这罐马仔就无啊啦哈。对，今日精神最好。老婆婿，你爱搞做情况啊？无爱介济，老婆婿做个花。我讲马仔都无，就是无啊。搞今仔日马仔爱用买啊。你今日也搞有？哟，来你好。哦，你好。嘿，咱到底？一组我屏东。屏东啦吼。啊，一组迄个青青青。你敢要买过一组？买啦。买啦，好，来一双来试试。恭喜你。真的无。一组青青青在家，咱可比是买一个保险同款哦，会当让咱继续安心啊，因为我人要交啊。无你那危险大条去了了啊。一世人你结婚拢袂富。来你好啊。喂，来玉山沙水水。你好，来你好。哎，你好，我要第一组。来沙山一组水水。我先卡起来那个啦。
来，你好。喂，我要一组。四刷一组，谢谢。喂，你好。来，你好。喂。喂，我陈辉，要找陈辉。我是你哦。哦，迄、那个我要进宝仔。好，来，我刷一组，谢谢。老婆仔要看心情哦，明，甲你讲真正有智慧，甲你赞叹。等你泡通了门，看你是不是张辉啦？哎、欸，对。你甲看遐内行人。未去，未唔对。哦，找咱张辉就未唔对啦、嗯。来，你好。哎、欸，你好，哎、啊，你好，我来讲，哎、欸欸，我来讲，你有哦，好好，来，一双小姐好不好？谢谢，喂，你好，来了，哎，张辉，你好，张辉丢，哎，安娜，好嘞，一双谢谢，喂，你好，来，你好，大师兄，喂，你好，好，我要几多？咱大队，我大哥杨，哥杨来杀死谢谢，喂，你好，好。你免开做侪钱，你都开少少的钱，个当互咱健康啊！我欢喜的就是讲哦，恁这通电话泡通，你的身体健康啊！哎呦，老师个加加不起我无可能，我都无改跌落啦！就无可能这俗的啦！这管我的利润，我拢照常去甲加落啊！我都东港人，我都讲的，我东港王爷公啊，顺续给你保庇一下。炸、哎、你啦！哦，真正有影！来，你好啊！喂，你好！哎，你好，咱到位啊！哎，我叫台中。台中哦。这组吃到真正福气了，来，你刷来试试。喂，你好，这人外口吼，你若要卖，你看一罐是千块，你五罐你个爱五千块安尼，所以老师真正完全无甲你赚你的钱的呀。咱讲熟悉，这五罐啊五千块叫做行情、啊。行情，行情咯、哦。行情啦、啊。哦。哦啊，当然，真的近期这五千块贵到要甲你买，甲你买。对。张辉吼嘛知影讲，即阵介济人拢无咧赚啊，啊嘛有的人就讲的嘛未赚啊。哦，对吧？啊，有要赶紧啊，穿长袖啊，赶紧啊，穿长袖啊，辛苦过赶紧脑空的。搁未使无伊？啊，搁未使无？啊，我搁未搁照原价买，我哦，我讲叫阿伯拢修理。所以老师跟你讲虚心、啊。好啦好啦，啊，真，迄个这个红庙之名，搁一份半钟啊，赶紧电话泡通啊。来，你好。喂，你安怎好？啊，对，你好。哎，我林正雄。哦，来一刷试试。喂，你好。顶级的鱼肉现在很大人，有冲过者绝对是袂使。啊，搁一分钟得啦。把握一分钟的机会。啊，一分钟咱就有卖有刷。那个无优待啊。啊，就休困啊。老婆婿就掏出只卡无通的，还是接无到的，即阵电话赶紧拍互通啊！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啊，有好部的电话通啊。身体健康。来，你好。张伟杰哈。啊，对，你好。哎，请请请。咱住伫倒位。啊，我住同安宝家。恭喜你啊！你出运啊！来，你刷谢谢。所以，你今年的官人，你个万无一失啊！老婆仔，你真正是真有智慧，啊有福报的，真正有福报。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要爱清清清。啊，搁半分钟尔啦哈。啊，搁半分钟就无优待啊嘞，即款就无啊嘞，搁风下草嘞。对啦，迄个啦，你进电的搁拍我来分吹啦。好。啊，你若拍有通小姐有接到，拢总有啦。赶快我去管。但是明仔就无啊。好。来喂。喂，我订一组。来来，一刷试试。喂，你好。来啦。其实咱今这个买两组、买三组，拢真正拢搁会合的啦。哦，哎。你规个寡人个拢免烦恼啊。哎，那厝内面人坐人吃。咱一摆买两组，当然有当时还叫无回人，通个好人呢。对，来空不空空空一零五八九来一双。老婆生，你另外一个小卡好通哦。签王。签王一盒哟，一盒是咱台中的阿雪姐。什么歌？亲情海花，去跟阿雪姐公主到店来欣赏来。
来，那个咱今仔日吼，会在经团到来给咱啊，赞这个母娘经吼，啊来跟做功德回向啊。所以，离咱今仔日的进程，有来给咱母娘中天照明来扶持，所有的这名单，咱会在拢一一给咱的阿母并起哩。说文写落去，功德回向咱做落去，给你恭喜。所以这要讲开就是，要讲啊，咱大家拢有这个福气啦吼。啊嘛，万万。这不是咱到就有地通好要扶持这中天照明都有在调的。人讲属实啦，我不是分家鬼啦吼。因为我也不敢去讲人安怎，我要讲的是讲，你要去当着安尼做法无啦，无啦，真正无。所以这。扶持这中间照明一个月100块，足济人讲，安尼足俗个啊！本来就是啊，一工才3块银，一工才3块外银啊！那食薰、食槟榔、啉烧酒的人啊，欠的规家伙拢包庇了了，这全部拢总是，哦，大家拢作踊跃个。是啦，所以老婆说了，啊，咱呢度呢？啊哪？迄个今仔日来啦吼，今仔日来，今仔日。迄、那个下载位下载，敢那恁就拢总有高位啦，啊，搁差一位啦，哦，搁差一位，扶持搁差一，今仔搁差一位啦哈，哦。安尼其实厝内面啊，老大人身体无好个，也是囡仔歹有饲个，也是徛起袂便，安尼烦小人个，磕磕卡卡，头脑袂顺时个，赶紧落下电来甲拍互通，搁圆满一位啦哈，一位7890888啦哈，7890888。咱即屏东个电力外部头，你若要甲咱啊，即个扶持啊，即个中天照明，你电力头前爱加一个空白啦。啊，要哪扶持咧？7890888，你着电力来姓名、地址、电力留咧。小姐就寄单给你啊，然后呢？看是3个月还是半年，一年再咱的开了哦，啊，就行啊，就行啊，啊，有那都要先过把头，够有做啦哦。啊，其实啊，你即马去 seven 全家 OK 来尔富得当叫啊，唔免签名，唔免等于那唔免手续费哦。对啊，你嘛唔免去找邮局、找银行啊，拢唔免啦吼。我嘛无派人去甲你收钱哦，对啊，完全无。哎，我你若有人啊讲啊，无人啊，你着有那个张伟老师家吼，有人要甲收什么？无哈，我未拍电话去共购物，我嘛未派人去甲你收钱，所以迄当中唔是阮哦哈。是你客单去 seven 交钱的哦。你爱有讲，啊靠，寄单给你的哦吼。来你好啊。喂。哎，你好。张老师你好。你好。嘿，我吼，我有一礼拜前有寄过，迄个暗地有收到的。哦，你那有起落就拢有啊啦。我嘿，我有用落啊，头一礼拜啊。好，好，有啦，有啦，有啦，有收到啦，哦。谢谢功德无量啊！哦，谢谢哈，谢谢，好好好。感恩感恩。来，你好。老师啊。好。啊，今麦有够上什么书啊？好，来，你刷来一刷，哎。喂，你。来，你好。喂。嗨。三位老师啊。你好。啊，我甲母牛。好奇。来，功德无量啊！来，上山，谢谢。来，你好。哎。嗨。我要母牛好奇。好，好，咱带到。哦，无线挂掉，没会啊！挂掉，我感觉就感觉了安尼。啊？无，咱到到底到位？高阳区。高阳吼，来高山来试试。功德无量。喂，你好。这个高山是咪人没会哦？应该不是伊啦。嗯，真正。你等下个申诉的啦。来，你好。哎，你好。嗨。我虽然坐你家迄个小公公，我要给伊升3个月。好，来一双一双，谢谢。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啊！来，你好。老师哦，你教阮囝吴冠宏讲一个好话，我三件。好，谢。有啦，有甲讲啊，有甲讲啊，有甲讲啊！来，你好。喂。喂。哎。母牛啊，好听。好好，来四双，谢谢。功德无量。哎。来，咱你来搁一分钟。如果那是讲呢，咱人数好持的人已经有够啊，了，咱用这名单了来用过工的啊呢。对，无唔对，嘿，来你啊，拍摄拍摄，来咱来做功课。就是张伟丽姐来恭请到咱母娘慈悲主公普照来给咱保庇哈。在咱这个新北市芦洲区永乐街39号4楼陈道淑珍哈，过来在咱这个高雄永中病院陈燕珍啊，
啊，过来就是咱彰化关关林区山卡路一段48巷2弄58号李素珍，彰化 KO 东寮里顶新北街4号东玉路，新北市土城区顶福里中洲路27巷70号5楼萧殿石，过来就是咱高雄小港区。汉维街33-2号简志廷啊，而且恭请着咱母娘慈悲、主公普照来给因保庇，让大家身体健康啊，一切都顺顺利利哈。那么咱再有真侪位给咱母娘中天照明来扶持哈，一个月100块功德非常大哈。常志香张连基6个月，高雄市三民区李秀盆3个日，洪山区。廖庆春3个日，洪山区廖武凯3个日，桥头区董金娇12个月，玉井张辉炎12个月，大都林春燕3个日，十指詹素琴12个月，嘉南市暖暖区洪英辉陈美珠国15个月，功德无量哈。咱们再来恭请着咱母娘慈悲主公普照来给你保庇哦，我你会当正福消业、消灾延寿、前途光明、财源通、智慧开通、逢凶化吉、改恶成善、财源广进、万事大吉、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母娘主公普照保佑身心大德，身体健康、万情光彩、合家平安、事事无灾，祝咱大家多发财。咱今来尽量着咱的智慧容易。手把青鱼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绿巾青青风未到，退步原来是向前。又过来到着咱智慧良语这个单元的时间。在这非常感谢在我们电视机头前的阿公阿妈，电视机头前的乡亲师大好朋友，我们诸位先生大德、诸位菩萨、诸位师娘师姐，时间一到也得和我们做会在做这个功课。稍等，请各位接下今天这个功德，我们来回向好天顶在飞，土卡在手，罪人伫咧受的一切众生，也请把今日的功德回向好灾区的灾民，互因大家平平安安，赶紧来过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也请把今日的功德回向好咱的亲人，咱的阿公、咱的阿嬷、咱的爸爸、咱的妈妈，回向咱的外口读书做工课的囡仔，互因大家平平安安过。那么手里人受念珠，咱请个念珠请起来；无念珠的人请双手合掌，心观来明念南无阿弥陀佛。咱来延续着咱昨昏的话题啦吼，咱昨讲到着这个剃发啦，剃发伊包括的范围有真宽啦吼，无论是咱世间法或者是出世间法。咱伫即世人当中哦，就譬如讲，亲像咧读册、求学、做工课同款啊，拢应当爱有智慧正慎重来甲选择啦。选择的一个标准，符合予咱一个启示，就是爱认别是伊，爱知影伊的真假啦，真假。爱选真诶，唔通去选着假啊。含你咧做功课嘛，同款呢，哦。哎，选择的真嘞，真正捌的，茫去选择假的呢。你用那选择野话伤厉害呢，哎，野干净哦，啊，得去啊。这也就是呢，哎，选善的，唔通去选择恶的。咱爱选择对你有帮助的，对社会有帮助的，绝对唔通选择迄个伤害众生的。哦，绝对唔通去选来迄个伤害社会。安尼选择，才是真真正正达到着断恶修善，
达到着咱的职工累定啊，对咱的生活，对咱的工作，一直到处事待人接物，爱善于选择，爱会晓选择。所以即阵的人咧讲着，爱抓住这个机会。佛法讲的爱掌握这个缘呐，哦，殊胜的机缘是无容易去当着的，哦。我讲老菩萨，你会当含咱做功课，这个机缘就真无简单啊。所以机缘的现前，你若无好啊，给掌握，刹那之间，伊就消失了。以后，搁再希望这个缘要来出现，都无遐尼真简单啊。所以修学法门嘛，无例外呢，爱抓住着学习的机会啊，像要做功课，咱爱抓住着这个做功课的环境啊，嘛爱要找着人呢，才会有成就啊。有当时啊，去找唔着老师哦，迄颠倒读甲读者读甲落，落地呢，就是安尼。对着修学的法门，更加应当都要慎重来甲选择。一世人当中专攻一部经啊，啊，这个专家唔当做通家啦，所以专到着某一个程度了后，确实就通啊。古早人伫咧讲讲，一经通，一切经通啦。一切经通了后，要来做专家，唔通去做通家啊，迄就是大慈大悲啦，和咱的后学来做榜样，唔通和这后学看到。啊！你逐项拢通，啊，逐项拢讲，啊，为什么我要学，唔知要学倒一种？啊！啊，伊就深信怀疑啊！华严经顶卷的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就是一个例啊嘛。五十三位善知识啊，实在讲全部拢总通达啊。但是善财童子访问到一位道教啊，何必咧访问五十三位要种啥？个个是现专家，无做通家。哦，用意就是你家嘛。那么，因的思考拢总是为这个利益众生啊，来利益着这些后学啊，绝对无贪图家己的方便啊。所以，除非在这个不得已的情形之下，同学伊有可能的发心，想要来学其他的法门，真正找无着人伫咧教，哦，着这个灵动辩论啊。如果这个法门还有人在给你教，还教得不错，咱还没要教，就介绍到某一个地方去，参加到对方有比较好，对方比较好，咱在这个高精端顶端就看到，二个人来参加，见到老和尚了后，老和尚就跟他说，你的缘没在我这，你到某一个地方去找某人，就去到那个地方住三年五年，就真正开悟啊，就真正证果啊，所以因此，这个铁路是非常的重要，嘛非常的广泛的啊。学佛更加爱选定的，那无啥咯，学佛若不要选定哦，会改吃难啦。所以有真侪学佛的人对着佛法认识无清楚啦，拢以为这个哦，这个嫁鸡胡乱哦，也就是叫做咧学佛啦，啊别开条啦吼。甚至有诶，搁加一寡只，什么法轮功，敢认为当作迄是咧学佛，真正是大错啊！无有这剃发的智慧啊，嘛无有剃发的能力啦！咱讲安就安尼，肯定会去行唔着路去的。纵然你会回头，准则你有回头，嘛浪费足侪时间诶啦，嘛浪费足侪你诶精力诶。咁是安尼。第三，我要来讲到咱这净觉知啦。修道，修这个道法的时阵吼，心灵觉了净不净行啊，不了一行无一可行故。这就是讲心灵觉了的，就是遐个净行啊。哦，到一挂，什么叫做无净，什么叫做净？净行就是讲爱精进呐。啊，那不进行，就是讲爱下去啦，无修，无咧修迄个无业的苦行啊。苦行就是咱释迦牟尼佛非常赞叹的，伊会当来降低着一个人的欲望啊，会当来保持道心不退嘛。但是对着咱修行无利益，一个苦行
哦，就无咧必要啊。这个是一定爱明了的。但是每一个人的精神是无同款的，因此伊的方法无一定是适合咱啊。哦，啊，我修学的方法无一定就适合着伊啊。所以呢，这个关机啊，关机就无简单。不但关机无容易哦，咱家己哦都无了解到你家己。这要讲开，要了解你家己有哪相当困难，所以认识着家己的根基，选择法门，你就当来契合着你家己的根性啊！所以呢，根基啊，契力这真重要，吼、哦，爱记住哈。时间的关系，今仔讲我做个，今仔怎么做回向？张伟念一句，请对我念一句哈。愿以此功德，回向诸众生，解脱三界苦，解发菩提心，请用正哈。咱也得放开，这两次三嘴五嘴加吞，未执着完成爱记一路，吞一嘴，未咁一句，阿弥陀佛来请你。这不能看地那林，这不看刷地林玩，阿弥陀佛。种种灾厄如电话，斑斑祸患似水消，福愿宝娘点灯十二愿，第一愿事业兴旺，仕途高升；第二愿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第三愿，招财进宝，金玉满堂。第四愿，风霜无法再点白瓜，爸爸在哪里？Thank you.
Bye.